嗯，本来也没毛病嘛。你递来一个天选的人，然后底下有个一星的，你不直接给他卖了，你还把那装备留着下崽啊？来吧，来吧，响月酒吧。哦，差一只月神，才想起来。皎月能卖吗？打第一轮的时候能卖呀。上回我这参加活动有个人谁来着？第一轮把英雄卖了，老秀了。第一轮按错了，把英雄卖了。咋办呢？差点钱呢，差点钱拿个蜘蛛啊！现在不能卖了吗？现在我也没试过呀，我试这玩意儿能干啥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我这不有病吗？我试这玩意儿呢，他能不能卖跟我又没有关系，能卖我也不卖。希望这波可以赢啊！够呛了，赢不了，赢不了，想想卖啥吧。这个安妮儿，露露后边有。小驴能卖了吧？不行，哎，好难受啊！真的，准备去死吧，没啥可卖的。这货输了不扣血，谁呀？谁输了不扣血呀？我们看看啊，看看他输了扣不扣血。他应该打不过这猴。猴打假赛了，那应该也打不过。这不扣了吗？干啥不扣啊？我觉得这猩红之月是真垃圾。
不行我换了，我不要这猩红之月了。前期也不猛啊，这多个咖喱奥也不厉害呀，4块6块7块8块9。卖掉，御剑仙小法师先拿一个全套着吧，谁都能用。你这八级粉丝群跟13级粉丝群有什么区别的？那区别可大了，它的数它就不一样。不会吧？我是一直没天选吗？啊，有个包女儿，才想起来有个包女儿。分女儿天选要来了，是吧？拉营口打连胜倒不用，我们应该能赢。实在赢不了，不行给大树上点装备呗，多大点事儿呢？大树，给我填死他！可以。赢了，把小驴人卖了。这把重装狐狸也行啊，有锤石重装。可是没有狐狸的装备，只有无尽，能行吗？无尽都合了，我早知道我合春哥了，我都没想起来还有狐狸这个阵容。哎呀，阵容有点多，这个新版本。应该是赢了，小驴人撇了，打那塔姆都不掉血。这就可以用。他们的风已经发动了。真的，这剑尖怎么老顶上老冒个光，是怎么回事呢？心眼刀没有啊？御剑仙的光吗？
又是女神之泪啊。来个春哥，快快快快快，来个春哥，拉营口打连胜亏一块钱，不拉营口打连胜亏两块钱，拉。遇见被夜幽完克，那不能，那倒没有，怎么就完克呢？我三星莫敢拉一手地沟油，我不烫死的。没那说道，那遇见先玩的吃鸡的次数也不少了，看质量，好吧，三星瑞文咱就投降。我三星莫干辣可以一战，我这大树你能打过我这大树吗？我重锤，完了，大树死了，操了！卖不卖这分女？分女不卖了吧？分女升三也挺厉害的，不卖了。拉营口没赢，亏三块，被你发现了。哎完了，大树死了。大树死了就没有蓄区了，我们主要的蓄区就没了。我操你猴子，我忘了我上把玩的是森林了，就应该再来把森林，你知道吧？就应该再玩把森林的，先让塔姆站前面吧，这大树老让人集火，感觉不行。你九十六滴血，你是怎么完成九十六滴血的呢？哎，就你这质量五个一星，怎么这就能九十六滴血呢？我这大树一个锤直接全残血。全部都要死，他居然可以九十六滴血，我有点惊讶了，这有点让我无法理解。这手魔抗兜风着可以用啊，魔抗你也要？没有能拿的了也，来个这吧。你要魔抗干嘛呀？水银吗？你有攻速你不要，你拿魔抗？
太气人了，兄弟们，真的太气人了，简直气人呐！拿个女神之泪大棒子，这不都行吗？那水银哪那么关键呢？简直了，把我刀锋拿走了，真烦人呐！我这打工的英雄简直太猛了，无限套套，哼，无限套。我套多不多？两个分女儿，一直套，一套接一套，两套，上个腰子吧，不套了。分卷升三可以套四个队友，加400护盾值，加60点攻击力，可以啊。别腰着，为啥呀？腰着咋的了？腰着，腰着没有分卷好。这有俩秘术啊，这腰着真是，哎，往哪嘲讽的呀？啊，往哪嘲讽的呀？会瞅不？到底是会不会嘲讽？你们说这吴亦凡能不能把我这人都杀了？看来不行，看来他不行啊。莫干拉来了，莫干拉，莫干拉来了，把大树先下了吧。剩下的装备塔姆吃一手，差一只刀锋，我们就起飞。上什么塔姆？精神病吧？拿个劲不爽吗？还能有把无劲？给个暴击手套。亏一块就亏一块，这有可能出四费五费的卡着。的来个刀锋，不是女刀锋，男刀锋。首先老母驹撇了，其次老头要不要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老头蛇女不撇了吧，尽撇了。给个刀锋，给个刀锋，给个刀锋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
那么个辣的东西咋没出来呢？我敢拉那滩地沟油出来，刚才就赢了。刀锋有没有啊？嗯，我要炸了！我经济要炸了！这把的我们是可以六御四秘的，生个营口就行了，差一只刀锋。想拿啥给我整没了，想拿啥给我整没了，啥也不让拿。蛇女儿有没有幽米厉害，你们觉得？还是蛇女吧，毕竟这是个四费的卡。别给刀锋了，不要行不行？别给女刀锋了，不要女刀锋，给我男刀锋。嗯，这把拉九感觉是可以的。只是我现在得一直赢下去才能够拉九，看能不能一直赢吧。盾倒是挺多的，先甩一滩地沟油。我们这套阵容就是给自己套盾，减对面攻击力跟魔抗。然后我们加伤害。分女可以有装备，分女给龙刀吧。那这波就给攻速大剑。蓝 buff 龙刀都可以。
三星分卷确实还行 ，A 一下基本上就一个盾。这波给一个攻速大剑，给的这都些什么玩意儿呢？这都是。让我看看，这两件装备都封的，再给上个这个，又能上个春哥，这边上个全套吧，能好一点。上个全套，蓝 buff， 春哥，女神日。圣杯，这儿续上。这样给吧。曼甘娜蓝水滴，剩下这三件装备给蓝刀锋。你到底来不来了？还我操！我这装备都准备好了。镜像没打过，快点的还有没有了？这还选秀拿一个也行啊。你给莫甘娜春哥其他装备不好合呀，给莫甘娜春哥行是行，其他没装备呀。芬妮怎么不给莫甘娜套盾呢？这两姐妹怎么回事啊？闹别扭了。但是没有虚区，给我一顿耗啊！没耗过我，刀锋。上八呀，着什么急呢？这波需要拉八，再赢一轮吧，求求你啦！全是这瑞文呐，全是瑞文呐！抠进，老头抠死。莫甘娜往后排放技能，别杀那老头，那老头打不死那老头。刀锋也没有，我拿个老头啊。他们指定都得要老头，我感觉。那我拿个啥呢？救赎啊，救赎我觉得行，我来个救赎啊。腰子死了，正好一个回血，800点生命值挺好。
最后等一轮吧，希望可以有个人打不过我。这小法删了，不可能打不过我，给我一口闷了。点名一下一个，有没有控制啊？27也行吧。算来了，我的天哪！他们的骨头将成为磨刀石。无形必行之势。先上俩宗师吧，六个御剑。我羁绊现在稍微有点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不这么上的话，我就会少一个羁绊。这人家家一人一个三星大哥，不是寒冰三了，就是那个小法师三了，就这样式的，一人一个大哥，俺们这连个屁都没有啊！刀锋费劲巴拉的，八营口给我整出来俩30来块钱，第一个。就六御剑得了，这俩不要了。上永恩玩吧，你也有个三，我那二费卡还是天选的，他天选了吗？那寒冰怎么删了呢？简直是有点让人受不了。我现在那莫干辣还能删，还能凑合地儿了。刀锋，我是你哥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爸爸。小王八犊子，你挺嚣张啊。看看我分女人无限套盾吧，小伙子，我盾死你，我让你玩瑞文。这把不求别的，来个前四就行，行不行？刀锋升个二就完事，咱还能来一个了不？哎呀，这莫干辣能不能三星？莫干辣能三星，这把能吃。就什么小法师，这都不好使，这都。莫干辣能三不？莫干辣，给俩妮蔻就好了。上把妮蔻换到这把来呀，简直了。
了，给我抬走了。还行，他给小法师放了个技能，还行。要小法师稍微这个稍微点名不是那么特别狠，稍微剩俩辅助，一下一个，能死不？十八滴血没那么容易死吧？你给我滚，听见没有？我要莫甘娜，你给我滚！莫甘娜一滴滴出俩。这波打这家，兄弟们，这波打这家，别打那家的，就对，就打绿文，就打绿文就行，就打绿文，就打这家绿文。对对对啊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很对。他能复活呀，兄弟们，能不能赢选秀莫甘娜再此一举啊，选秀莫甘娜再此一举，不锁刀锋，不锁了，不要了，前四了啊，选秀能不能有莫甘娜，哎呦我操，漂亮莫甘娜，好，再死一局，兄弟们，莫甘娜删了，莫甘娜删了，有机会啊！刀锋锁一手，被抢了，被谁抢了？我蓝莲汉倒数第一，谁可能抢？来了，莫甘娜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这波应该打那家寒冰了，我估计。先让那谁死吧。哎，小绿人扛一手。莫甘娜往这边，往这边烫，往这边烫，莫甘娜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莫甘娜第一手地沟油太垃圾了，还往这放，往后排放啊！会玩不？会不会玩游戏呀？啊，莫甘娜，操了，不往人家那里边放，往这儿放，放一个人还被晕了，简直是吐血了。哎呀，太菜了，莫甘娜呀！不往寒冰身上放，你说说啊？往那屁股后头放，太难受了，打假赛了。